Islamic Bank 是很紧的，最近很多外国银行啊都不顶啊，一个接一个倒了啊，世界经济完蛋了咯，大家的钱全部都是水了。谁跟你讲的？有人在公园拍的。有一家银行很 steady 的，他们的 style 啊跟其他的 commercial bank 啊不一样的。是啦，利息又好过他们。最近不是很天讲什么人民的力量，我叫银行就是人民的 power 咯。什么人民 power 不 power？钱稳稳放在银行最重要的。但是我们华人可以申请吗？所以讲你什么都不懂，你懂得什么叫做 globalization 吗？你去台湾这样久，你存到钱没有？没有。这样你还不快点去申请？我们全部有套了。不过嘞。不过什么？讲啊。要波动的。波动什么？那个啦。你们不要嫌我啦。我们三个都不动了才可以变 member。为了你的未来你一定要牺牲一下的。哎妈，我有一个问题要问你呢。台湾这样久，你身上钱没有？世界经济完蛋了喽！是喽，大家的钱全部都是水了。是喽，为了你的未来，你一定要牺牲一下啦。Finish 了 ？Okay, finish. Then your ayah what? I forgot to tell you, don't wear tight jeans, Kamala. Hello， 那个银行要怎样知道我们已经波动了啊？他后面是有房间可以借的，是吧？谁这样大空跟你借？自己去房贷借自己啦！啊？要几张？Ya potong rambut cukup lah. Yang lain tak payah potong punya.